主料，虾皮40克，蛋白3个，小麦粉80克，蛋黄1个，辅料，橄榄油、盐、香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-20分钟。撒法失败的蛋白，虾皮洗净后，起锅，把虾皮炒干，面粉加入蛋白，加入蛋黄混合，加入虾皮，加入香菜末，调味，平底锅里加少许橄榄油，倒入面糊，煎至两面金黄。烹饪技巧，当然大家可以好好做个虾皮香菜蛋饼来吃，如果这样的失误自然是越少越好了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